有人在吗？怎么分享啊？我搜寻一下。到底要怎么放？我分享一下这个直播间，大家进来的朋友可以帮我分享直播间哦。进来的朋友赶快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帮我按赞跟分享。嗨，哎，我好像不是看到自己的。Hello。怎么分享？现在场面有点壮观，分享。旁边就是有很多。嗨，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我在用自己的粉丝专业分享。正妹在吃饭直播。赶快跟我打招呼。进来的朋友帮我按赞跟分享。晚餐吃什么？等会告诉你们。给我一点点时间。我有一点点时间。有。好啊，来，你把这个放到。而且我现在旁边很多美女，我在跟谁吃饭？等会告诉你，我正在分享，搞得好紧张哦。嗨，黄俊杰要见面了。Hello。国光突然好多直播，很酷吧？很多人一起直播。现在在吃便当，现在要吃便当。我手好酸，因为他架不住，我没办法吃我的。我应该有分享成功吧？对不对？真的，你没分享成功吗？这样子可以。可是有点低耶。Hi Alex Chen， 是里面的 Andy Tay 旁边。Hi， 张艺洲旁边。大家都在。我现在要吃啦，你们嘞？然后我今天要来看我的便当菜色了。Hi， 你们吃饭了吗？谢谢谢谢。有没有听到旁边很多声音？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在这边一起直播，有点好笑。你们可以帮我按赞加分享哦。我好脏哦，天哪，好冷。他走的来蛮好的，赶快帮我按赞哦。这个可能算时间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吃晚餐了吗？然后现在要开始吃便当，然后配话跟你们聊天，吃饭配话。赶快帮我们分享直播，记得大家帮我分享一下这则直播哦。香音好重，直播，好烦哦，每次香音都很重，再重，好困哦。这是我这时间重训不会很，你们喜欢吗？肚子饿吗？应该先吃饭再重训。现在超饿的，但是我的甜不辣，现在先吃卡麦。你会觉得多豆芽，然后蛋跟宫保鸡丁。看到我停下来，这样子也太感动了吧？吃什么？我觉得呢，要先从蔬菜开始，因为人吃。真的假的？我要来吃便当了。你们听得到声音吗？就是旁边大家都在直播。我觉得国光真的很厉害。谢谢 Billy， 帮我留一份。可以可以。正啊，我不会念章吗？还是今天晚餐吃什么？你们今天晚餐吃什么？而且我这个便当我最，你们最喜欢哪一道菜？你看一下我的便当，因为我看到这便当我超开心的。这个菜色简单，很不错，都是我喜欢吃的菜。我最喜欢吃蛋，我超爱吃蛋的。我觉得，我不是旁边人在笑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卖便当。每个人都在，好像每个人都在卖。好多，我要再吃。有人说好多弦外之音，是说旁边很吵，旁边很多声音。大家都在直播，好吃哦，谢谢。哎，右下有个分享，帮我按分享。卡逊，你眼光好好哦。这项链真的超好看，而且它是特殊色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紫色，然后它是浅紫色。喜欢便当盒。我吃什么？刚刚有分享过啊，吃便当，就菜我都还蛮喜欢的。哦，我刚刚手机跳出一个什么已停止，吓死我，我以为断掉了。为什么忙了一天还没吃东西？这样对胃很不好哎。嗨嗨嗨。好大份的感觉，但我今天真的超饿，因为今天录国光，然后现在有便当吃，我觉得很幸福。不是好奇怪，去夹其他人的蛋，看一下他们便当里面有没有蛋。蛋超漂亮，你要吃吗？
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还是抢别人的？不行，因为我也喜欢吃蛋，所以我不分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很少遇到也想喜欢吃蛋的。真的吗？你们喜欢吃蛋吗？我喜欢吃蛋，看了都饿。那你们有喜欢吃蛋吗？陈生，嗨，嗨，陈景龙，觉得我们的旁边好像。好像很多声音很嘈杂的感觉，多吃一点。超喜欢吃蛋。刚他们刚说我们要直播的话，外要那个认真跟大家互动。我说我会认真吃便当，不敢不敢吃太多，我怕等下有肚子。怎么是？喜欢看你吃。我觉得我吃相蛮丑的，其实。吃胸包，胸包是什么？摩奈肉是什么？有人知道？不要问，你会怕，因为有人问他说胸包是什么？对，吃胸包。你喜欢吃煎蛋还是炒蛋还是蒸蛋？我才吃面包。嗨，你坐好啊！我才吃面包是什么意思？ Alex， 我喜欢吃，喜欢煎，我也喜欢，很热闹，而且哦，对，就很多。我决定我不要卖便当了，我跟你们聊天。等吃鱼龙煮给我们吃。你们都吃晚餐了吗？赶快帮我按赞、按爱心，然后但是我有信心，我煮后面超好吃，因为我会加菜跟蛋，蛋绝对会半熟。那蛋超好吃，前面很多人感觉还有蛋，对啊，大家一直在说给你们看蛋很好吃，哎，蛋真的超好吃。为什么全世界都很爱吃蛋是吗？拜托你们，没有，它现在有点那胡椒的味道，我好像没有照到旁边的。我的手机收音超好，所以其他人收音不好吗？这是什么便当？来，大家都在吃蛋，你们要不要吃一口蛋？我觉得这是什么便当超好吃，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蛋很好吃，你们要吃一下吗？蛋要加珍珠，为什么蛋要加珍珠？按右下分享哦。穿这样不会冷吗？嗯，还蛮冷的，每次来国光都觉得自己超强勇的。我也爱吃蛋，姜是用什么？记住是什么？分享一下是什么蛋？我们刚刚一起发便当，然后一起直播。这是你可以帮我们每个人都按这个菜脯蛋，我很喜欢吃菜脯蛋。它还有加葱。每个人都占据角落讲话，是不是很多声音？因为大家嗓门都蛮大的。好丑哦，你知道？最好养。吃便当直播要边讲话会喷饭出来。我觉得我嗓门不够大了，现在。我第一次在那个国光的直播间直播，我觉得有点兴奋。不是，这吃便当直播是一件很蠢的事，因为你要别人讲话，所以你就会很有可能会喷饭出来，很臭。叫我 S M， 那甜不辣吃不懂。嗨，你已经饱了，太快了吧？我是玲玲。嗨，嗯，我身边的美女都在吃便当直播。比赛，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直这样弯很低吗？因为我没有脚架，所以我是用那个咖啡对鸡蛋过敏，靠在我的手机上面，啊好痛苦哦、然后所以有点低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哎呦，要告诉大家便当卫生纸吗？有多好？卫生纸，嗯，没有啊。我要看我手上五年的食物啊。那我找一下有没有卫生纸，没关系，就把它吃掉了。没关系，我把手上的吃掉了、哦。你居然有看到我喷饭，哦，我真的是好丢脸哦。我是玲玲，大家可以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。其他人在传授国光直播秘诀，那你们知道吗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因为我第一次在这边直播、欸，哎、嗯，其实有点紧张的。赶快帮我按赞跟分享，谢谢谢谢。嗨，文瑞。旁边有谁？偷偷给你们看。嗯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嗯，哎呦，甜不辣，也在好好吃，这个甜不辣好吃。你们划一下国光的粉丝专业可以找到。好吃啊！那我谢谢谢谢。有美女拿卫生纸。哦，这个甜不辣超 Q 超好吃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吃饭的时候啊，女友会帮你们擦嘴。因为前几天就聊到这个话题，我就觉得好像插嘴会让人家误会，是不是 ？CKV， 吃罗奈肉，好酷哦！吃罗奈肉是喜欢，不是？那个没有在我的那个，我去，罗奈肉也有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刚还有个为什么他跑？还有什么吃胸包？我真的不懂那什么。胸包是什么？我只懂手心手背都是。我只懂吃海鲜。
烫了就好吃。吃便当要小心，真的，不然会卡到。没有，不是卡到，我刚刚直接喷饭，那超狂的。赶快来看直播吧！我要再喂我。嗨 ，Hello。赶快啊！你们别声音，我听见了。哎，我就是多肉。赶快帮我按赞跟分享哦。是白菜，他刚刚还没有到白菜。你们分享了这个直播了吗？你是白菜，我是高丽菜。你是高丽菜吗？这是高丽菜白菜。那是高，那是白菜。白菜高丽菜有什么长不一样？看不出来。高丽菜没有那个什么。白菜跟高丽菜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是我等一下要录影穿的衣服。你们看我白菜跟高丽菜哪里不一样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？可以帮你穿。还在等一下主题哦。嗯，看了就知道啦。那啊。没有我的，这个一直跑出来什么？雨停止。今天国光的主题不告诉我46，你们要去看我。怎么这么干脆的就讲出来了？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我162，我162。超喜欢看你，那现在哦，帮我分享一下，我不知道，你们看一下，我好吗？你们按赞，然后帮我分享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眉毛是不是画？就后面就是有很多人都在直播，啊这个、这个是那个画的，旁边还有可爱的玲玲。中午的时候就来了国光，然后就有化妆。谁吃饭最多人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才看得到啊。还没有进步，还没通知一点。你们晚上吃？不是，我觉得吃。哎、欸，你们吃便当直播大赛是怎样？不是，我觉得吃便当直播是一件太困难的事了，因为会你要边讲话，所以你就可能会喷饭出来，很丑哎、欸。嗯，王展，哇塞，居然有大陆的帮友哎、欸！你们怎么用 Facebook 的、啊？翻墙。对，翻墙是很痛苦嘛，还要你还要看线上直播，感觉很痛苦。大家太厉害了，专心吃饭无法，因为我刚刚一专心吃饭就开始喷饭，整个超糗的。分享一下这则直播，从头到尾一直这样子。十分钟嗑光，我也很想，可是我也不敢把它全部吃完，我怕等一下会有肚子。我在吃便当，吃我的晚餐。方哥现在在录影结束，然后原本要回家了，结果国光说会有便当，就是太开心了。嗯，后面是依依跟少少，冰镇金牌，说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穿平口。新进来的朋友，赶快跟我打招呼哦！谢谢，帮我按爱心、按赞，还有分享。你喜欢吃肉吗？我喜欢，我喜欢吃蛋跟肉。嗨，李飘，翻墙很方便哦。分享直播间哦，分享直播间。是大陆哪里啊？而且我吃便当的习惯，我都会把喜欢吃的先全部吃掉，因为很多人不是都会把它留到最后吗？嗯。你好，你好 ，YUKAI。谢谢。他喜欢吃泡面，我很爱啊。快吃完了没？还没啊，我是泡面啊。你们根本就我没怎么在煮泡面，你也没在吃，你一直到处乱跑。哈哈谢谢、嗯，你们帮我按那个表情符号，我看到你们的照片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们头贴的照片。帮我按一下。这甜不辣超好吃，因為我超酷。有吃生菜，有不有吃蔬菜？我不要吃蔬菜。你好，你好张可米，你好。湖北襄阳，好酷哦。我习惯就是念你们名字都这样念，可以吗？蛋酒肉，哎，快点煮给我们吃。Angelo Pop， 不然我下次直播煮泡面好了。下次直播煮泡面。昌哥在录影。嗯，旁边是玲玲。你们好聪明哦。我现在在国光吃便当。我旁边坐
梦错安梦安，然后跟你。完蛋了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我剩20%，我剩15%。你敢说？没关系，我要播到没电，这样很感动吧？我怕念错啊，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分开念吧。可以帮我分享，赶快帮我分享。他不在我身边，他有安赞。那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吧。帮我安赞跟分享。今天我第一次在国光的直播间，我一直追踪你。欢迎王展。我行动电源又没充电。谢谢谢谢。王志祥，你有帮我分享吗？为什么大家喜欢吃泡面吗？哇，身为第一，谢谢你，好开心哦。每个人都只能有一只，可以。为什么有办法一次开三个视窗看啊？那我看到后面是谁吗？晶晶。他也是魏芳，但是我也是马来西亚人。嗨，台湾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国光。嗯。你吃东西再讲，吃东西再讲话，还是要说吃完东西再讲话吗？好好吃的，没办法，我懂。Hello， 我还不知道分享。欢迎猫我分享，还有按赞哦。OVSOM。康哥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找一下。开这么多直播，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点吵杂的感觉。可是就很壮观，不觉得吗？很多人一起吃饭直播。我去粉丝见面，谢谢谢谢你们。要分享一下。你们赶快帮我分享，我觉得这样好好吃便当。嗨，黄建成，我的咖啡架上面。嗨嗨，萧颖杰。什么国光的规定？我刚才给大家探讨。我今天头发是用直发，平常的话我会用卷。之前录影我都是用卷发，你们有看吗？我发现我吗？嗯，忘了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玲玲。我的名牌呢？我的名牌刚撕掉了，因为我今天已经录完了。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来录国光。不是，有认得吧？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吃饭直播啊，很壮观的呀。我是不是有点？太认真吃，这是宫保鸡丁吗？好，现在几？哦，好，现在几分？现在22分。嗯，旁边一直参与，因为大家都在直播啊，因为大家都在直播。快点帮我按赞，还有分享。这次播到30分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分享直播，好吗？卷发、直发都好看。哎、欸，你们觉得女生是爱她的卷发还是直发？你们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好看吗？我是玲玲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在吃便当。其实我已经快吃完了，你们也可以帮我按赞。可是我属于这个直播播到30分，赶快帮我分享，还有按赞。直发，嗨，姑姑，嗨，帮我分享一下。哎，我对我今天第一次，因为我之前录影我都是用那个卷发，今天我就想说我用直发。有啊，我吃饭超慢的。这个发色是新发色，细嚼慢咽，我吃饭超慢。在播吃饭。对，因为刚刚发便当啊。Hello， 所以我就决定要吃便当。快吃，我其实吃蛮快的。刚刚还特别交代我说你们要认真跟粉丝。谢谢陈亚军。然后我说我怕我太认真吃便当。Hello， 陈伟邦。这个字是真的啦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后面都是真的。帮我分享的话，送张。哎呦。太
吃饭有一个风险，就吃饭直播有一个风险，就是如果你卡牙缝啊什么，就会很真的吗？超糗。今天的服装超好看的。那我最近那个来国外的，因为我以前都是用卷啊。你们下班的话要赶快去吃饭哦。不会要很多，我在想啊，绑马尾，下次我绑马尾，因为我都是把头发放下来，然后下次可以就是编一下头发。这个肉就辣辣的，好辣，乖。好好哦，好想吃麻辣锅，我超爱吃麻辣锅的。快点，阿娇老师帮我分享，我都是音乐人，快点。便当还剩多少？好像有点逆光哎，我从这光线有点怪怪的。短发哦，可是我是泡头发在撑的，我不能剪短，吃的这样。快点跟我讲话。你们那个留言刷音是什么东西？报告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我前几天有看了一个张颖仙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但是我被阻止了，所以我洪亮亮你好，我想要装可爱。我起头呀，方马尾也很。之前有穿过红色吗？网友们喜欢什么？好像有，可是还没播出啊，你怎么知道？看你们，那你们最爱哪个？圣诞节快到了，所以要穿红色。你们圣诞节要干嘛？嗨，路易斯 SAI， 不用装可爱。康哥在录，帮我打出来。光头是真爱吧？台湾现在一点点凉凉冷冷的，可是我觉得蛮舒服的。男友扑倒发型是什么？男友扑倒发型，这个甜不辣超好吃。之前我聊过，那好像是马尾是甜的。就是大家都说什么女生露出怎么这里？圣诞节我要去那个101的那个旁边那个法国村，感觉超酷的。你们有人要去吗？波头发也很美。你们是说这样吗？你们是说这样吗？要是如果你有粉头，第一次看比较真实的领领，那不是吃到饱吗？我不是都是这样吗？不是都这样吗？领领粉丝专业就开始找不到，因为我的粉丝专业叫做陈云林，不是领领。那但是我在国光那个旁边，他一直在说按赞，所以你们也要帮我按赞呢、啊。大家都越来越大声了。好吵的。真的好难。我想要去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，我去晃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吃的有一点饱。哦，这边就很安静喽。这边是一个走廊，我需要清静一下。可是我觉得这边灯有点逆光，因为背景都是白色的，所以不是很好看。圣诞去北海道怎么这么好？好，我现在走来楼梯，回音好大哦。因为我觉得里面有点吵杂，我想要安静一下。你们在干嘛？都下班了吗？不会啦。你们有听到吗？里面有很多人说要结束直播了。还好啊，不会很冷。摄影棚里比较冷。赶快帮我按赞，还有爱心分享。大家要记得去吃饭哦，下班以后要赶快记得去吃饭。
然后我也要赶快去把我的饭吃完。拜拜。我要去把我的饭吃完了，赶快帮我分享还有按赞哦，这样子你们下次才可以再看到我。开车回家，那要小心开啊，不要用手机。拜拜，我要去吃饭了。